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深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击术，通过武术锻炼，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把武术作为健身术，通过武术锻炼，强健体魄，益寿延年；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通过武术锻炼，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100多个源流有序、潜里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出版的这套《中华五藏》，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力求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展示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技能和风格特点。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中华五藏》，以动态性、直观性、真实性，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这对探索传统武术、研究武术传统、传承武术技艺、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武术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用于健身和自卫的个法宝。武术啊，有着源远的历史和雄厚的社会基础，这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的精神啊外延。为更好的武术普及、提高发展，根据国际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统一安排，在全国各地拍摄《中华五藏》，也是更好的收藏武术基因，激活传统武术的魅力。拍这一次的《中华五藏》啊，作为少林武术啊。的发展应该说，少林武术啊，是中华武术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目前我们国家虽然说拳种有130多个，但是像少林武术目前，这不管是在国内发展也好，在国外发展也好，以及延伸到整个武术的产业方面。应该是在这个武术所有拳种当中，都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这一次《中华五藏》的拍摄，我们登峰，也选出了我们的十大拳师、18金刚、18罗汉。这些拳师也好，金刚也好，罗汉也好，也都是我们少林派公认的，也是技术比较过硬的。应该说也算是我们这一趴的当中的吧，代表人物啊，代表人物。因为武术啊，以及它独特的优势，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市场经济发展产业中的一匹黑马，啊，一匹黑马，是独领风骚。包括我们少林武术，啊，目前呢也正在，向这方面继续努力。不但要把少林武术这个传统这个武术发扬下去，更主要的就是利用这个传统的武术啊，培育这一个大市场。我想说，通过这《中华五藏》的拍摄呀，也为整个武术产业今后的发展将会起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千年古刹少林寺，它坐落于河南登封中岳腹地，古寺北依五乳峰，南面少室山。少室山阴丛林，
史书解释，少室之灵也。有诗写道：少林寺风光，翠柏绘山谷，清溪锁少林。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使少林寺能独树一帜，名扬中外的，则是他独有的少林功夫。在少林寺的壁画中，有一幅记载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壁画，它再现了1000年前少林武僧的棍法，同时也记载了历史上的少林武功。少林武术起源于北魏太和19年，在少林寺创建之初，中国古老的武术技艺便落进寺院，成为寺僧经常演练的业余活动。在跋陀主持少林寺时，许多身怀武艺者入寺为僧，跋陀的弟子慧光、僧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由于慧光、僧稠等一批习武者聚集少林寺，才奠定了少林武术的基础。寺僧开始习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少林寺地处嵩山腹地，这里山势险峻，野兽出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为了生存，寺僧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同时，随着禅宗在少林寺的逐渐流传，寺僧长期打坐修行，静坐时间过长，容易疲劳困乏，影响健康。为了活动筋骨，寺僧们仿效山中动物腾跃的特征，编创了一些简单的动作，进而发展成为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也就形成了初级少林武术的雏形。在此基础上，经过历代武僧的充实和改进，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武术高手和军中武术将领纷纷归来少林，他们将民间和军旅阵前的实战技法融于少林武术，使少林武术更加完善充实，功夫更加提高，内容也更加丰富，逐步形成了包括功法、套路和格斗三种运动形式的少林武术体系。在禅宗文化的影响下，演进成明清间已相对稳定成型的少林拳。Thank you.
护山子门罗汉十八首，原出少林寺，是护山子门住师根据一路罗汉十八首结合本门派习武实践及多种门派健身套路所创编的综合性健身套路，名称虽列十八首，而实际有32式，动作简单，功法简洁，一学一懂一练。该路罗汉十八首在技法方面以弓步最为常见，次为虚步，手法方面以拳为主，忽而有掌，掌拳并用，刚柔相济，节奏严谨，却是一路内外兼修、健身抗疫的优秀传统武术套路。预备式，两脚并立，两臂下垂，两掌向内，两手贴于两大腿外侧，身胸挺直，目视前方。起势，抬左脚向前上半步，使两腿微蹲呈虚步，同时向前行抱拳礼，目视前方。两腿虚步不变，同时左手向前呈正立掌推出，掌心向前，掌指向上，右手向右甩成勾手，目视左手。第二手弓步冲拳，抬左脚再上左脚，使两腿呈左弓步，然后同时右手变拳向前冲击，左手屈肘抱拳于腰间，目视右拳。第三手提膝抢手，抬右脚向前提膝，同时两手向前抢出，掌心向下，掌指向前，目视两手前方。
第四手，弓步冲拳，使两腿右脚向前落地，使两腿变成右弓步，同时两拳向前屈肘，两拳相对，目视前方。第五手，弓步磕拳，右弓步不变，右拳向前向外抖肘，然后向前屈肘扳拳，同时左拳变掌附于右肘上方，目视右拳。第六手，体向左转，使两腿变成虚步，同时左拳向前屈肘绷出，右拳抱于腰间，同时然后再冲右拳，目视右拳。第七手，抬右脚，右脚向前上步，成为右虚步，然后两拳变掌，右手向前屈肘亮掌，掌心向内，右手抱拳抱于腰间，然后左手变拳向前扛出，左拳向前屈肘绷拳，目视左拳。抬左脚向前弹踢，然后左脚向下落地，变成左弓步，同时转身后成左弓步，两拳屈肘后扛，目视前方，两脚碾地，体向右转九十度，使两腿成为右弓步，同时两拳随身向前屈肘蹬拳，左拳向内护于右肘内侧，目视右拳。第九手，体向左转180度，使两腿呈右弓步，同时左拳变掌向左侧推出，掌心向前，掌指向上，右拳抱于腰间，目视左掌，然后弓步不变，右拳向前冲出，
左拳变掌护于右肘上方，目视右拳。第十手，抬右脚向前上一步，使两腿成为右弓步，同时两臂曲肘向前扛绑，上身微向前倾，目视右肘前方。第十一手，右弓步不变，两拳在胸前抖肘，右肘前冲，目视右肘前方。第十二手，体向左转，然后两手在胸前，使两腿变成马步，两拳变掌在胸前环弧，然后抱于腰间，目视前方，身胸挺直，体向左转，使两腿变成虚步，两拳抱于腰间，两腿微蹲，目视前方，抬右脚向前上一步，使两腿成为右弓步，两拳变掌在胸前交汇，然后右手向前，左手向后，甩成勾手，目视右手。第十三手，抬左脚向前弹踢，然后左脚向后落地，使两腿变成左弓步，然后同时右拳随身向前曲肘绷出，左手附于右肘之上，目视右拳前方，然后底向右转，左掌变拳，同右拳随身向前绷出，拳心向内，左拳位于右肘内侧，目视右拳。第十四手，右弓步不变，体向左转，两手展掌，然后同时体继续左转，使两腿变成左弓步，右拳随身向前冲出，拳心向下，左拳抱于腰侧，目视右拳。
第15手，左脚不动，抬右腿向前提膝，同时两拳变掌向前抢出，掌心向下，掌指向前下方，目视两手前方。第16式，右脚向前落地，使两腿变成右弓步，同时两掌变拳向前抖肘还击，两拳心向下，拳眼向内，目视两拳前方。右弓步不变，右拳由前向胸内环弧，然后抖臂向前绷拳，同时左拳变掌护于右肘内侧，目视右拳。第18手，体向左转，体向左转，同时使两腿变成虚步，然后左掌向左侧撩出，左手抱拳架肘于身右侧，目视左掌，然后使两腿变成左弓步，右掌变拳向前冲出，左掌变拳抱于腰间，目视右拳。收势，退左脚上左脚，使两腿变成左虚步，然后起身，同时两手向头上环弧，垂于两腿外侧，两掌向内，身胸挺直，目视前方。
第一，弓步冲拳，一上右弓步冲拳，甲上右弓步挡击，甲出右拳向前打击乙头，乙用左拳挡击。马步架打，甲上步变马步，变成马步架打式，乙退一步变成马步架打预防式，然后甲再上步成马步架打式，乙退一步马步架打预防式。第三，弓步架打，乙转身上右弓步出拳打甲胸部，甲退步变成左弓步出左拳挡击，然后乙再上左弓步出左拳冲击甲胸部，甲退步成弓步右拳挡击。第四是楼手磕打，甲上步出右手搂抓对方左手，乙退一步然后出右手抓住甲攻手，然后左手抱于腰间目视对方。第五个动作，拖肘穿打，甲上步用右手拖住乙窝抓乙肘，乙退一步然后出左拳挑格外格，然后在两臂向前穿打相交，两拳相交在头部，两人之间目视对方。第六式翻身劈砸，甲开左脚向前使两腿成马步，然后乙回身变成马步砸击对方，甲出手挡击，然后乙再体向右转向前上步变成马步，再出左拳砸击甲方，甲出右拳挡击目视对方。第七个动作，弓步顶肘，
以上部用肘扛击假胸，假向后退，然后做抖臂预防式，目视对方。第八个动作，切掌击腿，以抬两脚向前踢击甲方，甲方出右手，左右拍击，然后二目相对，目视对方。第九个动作，分掌双推，以抬脚向前踢击对方，然后两拳由外向内夹击，甲出两拳向上挡击，甲托拳用双掌推击乙方，乙速退之，目视对方。第十个，挂腿勾挑，甲上步用右腿勾击对方，乙抬脚提膝躲之，两人两手在头上中间相交，目视对方。第十一个动作，扶身后扫，甲转身用腿扫击乙方，乙速退步，提右膝，抱双拳，目视对方。第十二，弹腿踢击，压起身，抬左脚向前踢击，然后抬左右脚向前踢击。然后跳起来踢击。以随即出手往下拍压，然后目视对方。第十四式，插掌锁喉，甲向前用右手插击乙方喉部，乙出左手挡击，然后向后仰身。第十五，胯肘绝肩，甲松手，然后翻掌压乙方肩部，乙方前扑下地，两手后翘，甲紧按乙方，然后乙带翻身，
使甲方前扑抓肩压向肩部，目视甲头部，第十六，缠手结腕，甲，用力脱身，然后翻身，出手推击，以向后退力，两人对目相视，然后两人甲向前劈击，用右掌劈击对方，乙方用右手挡击。然后互相缠手，使甲方跪地，俯身跪地，然后甲速起身，使乙方前俯跪地。挽手结腕，一起身，甲用劲推之，然后甲抓手，然后甲用肘压乙方，使乙方下腹爬地，前身下腹，甲紧按对方。第十八个动作，缠肘结腕，乙用力起身，甲然后抓住乙右手，然后用左手砸压对方，然后向后推，使乙方倒地。
Thank you.